死有余辜！住手！ 魏大人要的是熊廷弼，这些小毛贼早晚都得死，先不用理他。熊大人，久仰了。邹大人，你们凭什么扣押我？ 就凭你弃城潜逃，又勾结武林败类，这还不够吗？多亏魏大人明察秋毫，将你速速缉拿归案，不然大明江山岂不毁在你的手里？呸！你们血口喷人，祸国殃民才是你们阉党所为。 我要面见皇上，你且闭嘴！给我打！皇上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在这里我就是皇上。
行了，你们这群阉党，你们的诡计我一清二楚，有一朝一日我要面见皇上，奏明你们的真相。哼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是公公。宋大人，我们走。公公，老怕人打死了，可就麻烦了。那该打也得打呀，且悠着点吧。是，公公。走。千岁大人，熊廷弼已经被抓获，关在暗道地牢里，正在审。把口供都录齐全了，千万不能有丝毫破绽。大人放心，熊廷弼这次肯定遭全天下耻笑，遗臭万年。那是他自找的。哼，螳臂当车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就凭他一人能挡得住金兵的铁蹄？哼，笑话。千岁，还有一事。说。卑职在抓熊廷弼时，发现丐帮中有人使用武当剑法，而且相当高明。另外，京师中还有人暗地增援他们。有人增援，何曾抓到？当时卑职受了点伤，暂时被他们逃脱了。增援的人在暗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在明处的是一对年轻男女，那女的使用的是长鞭，男的使用的也是武当剑法。当剑法，看来你们武当是人才济济啊。莫非是耿玉京？据说玉京已经去了辽东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耽误他？千岁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增援来的二人，男的必定是我派某掌门之子某一羽，至于那女的嘛，应该是昆仑派西门夫人之女西门燕，而那混在丐帮里的是武当俗家弟子耿玉京。好个谋仓浪，居然纵容自己的儿子当叛贼，气煞老夫了。公公，这都是谋藏浪搞的鬼呀！可恶！有朝一日，咱家一定要荡平武当。大人说的对。武彪听令。在。在。立即搜捕全城，绝不能让一个叛贼跑掉。遵令。既然事关武当，二位是不是也该出面了？遵命。遵命。玉京，忍一下啊，很快就好了。燕儿，玉京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玉京出什么事了？玉京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这是急火攻心，失声了。
姑娘的事。燕儿，你就别瞎说了。郑铁岗，你真的是老了，不但害了孙女儿，还连累了丐帮众多好友和弟子。他们死的冤呐！郑大侠，都怪我们，是我们来晚了。郑大侠，于晶，你们都别着急，于晶，你们别着急，等到天亮，天亮我就乔装出去，去帮你们找巧儿姑娘。对，我们一定找回巧儿。都怪我。都怪我呀！我不该叫个姑娘家跟着我到处乱跑。郑大侠，原来是张公公。宋大人，宋大人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我这儿有灯笼，不如借宋大人照一下。张公公，你看错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只不过是路过这儿，想小解一下而已。宋大人，还是早些回家吧。不然魏大人该不开心了。走。晶儿，醒醒！晶儿，晶儿，晶儿，是不是做梦了？梦到巧儿了？巧儿啊，是我的孙女儿，她就跟我一样，福大命大，吉人自有天相。晶儿啊，爷爷做了点吃的，趁热吃点啊。哎呀，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啊？啊，咱们下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呢。晶儿，晶儿，晶儿。郑老伯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，外面的情形如何？东厂的人到处搜捕我们，要抓我们。暂时还不知道熊大人被关在何处，巧儿也杳无音信。罢了，巧儿要是命大，也无需我惦记；她要是命薄，玉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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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干嘛？晶儿，玉晶，你冷静一点。晶儿啊，玉晶，晶儿，你冷静。玉晶，晶儿。晶儿啊，雨晶儿，听爷爷说啊，巧儿啊，一定能找到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眼下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熊大人，要找到熊大人。
就得从根儿上查起。徐显纯、田尔庚、孙云鹤、杨环、崔英元，这五人是魏忠贤手下的五员大将，也被称作五彪。若阉党们举行集会，且他们的宅邸都各自有暗道相通，集会地点十有八九会在这里。袁华冠，好像有声音。难道我听错了？不可能啊！再找找。张翼德大喝党央桥，喝断四方啊！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且听下回分解。再给大家说一回《西厢记》如何呀？好，好。哎，话说这个《西厢记》呀，是张生和这个崔莺莺。玉京，这儿，快来，快来！哎，客官，客官，还没给酒钱呢。好嘞，客官您慢走啊。我们似乎到了魏延的老巢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哥，这回得亏有我吧。我的傻妹妹，你是立了大功，可是我们刚才差点被人抓住。不是没被抓住吗？哎呀，行了。哎，走，过去看看。野心不小啊，早就自己称王称霸了。燕儿，我们搜搜看，看能不能发现什么。嗯，搜时务必小心。好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
至宝红丸。看来这魏忠贤才是红丸案的幕后主使。小心，燕儿。熊廷弼招了吗？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不说也能给他定罪。哼！大人，卑职还有个主意。只要留得熊廷弼在，他就是个大诱饵，丐帮的余孽和武当那几个叛贼就得来。哼！牟沧浪真是枉费咱家的一片苦心。在武当他毫无作为，却纵容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，咱家早晚要和他算账。千岁，属下来迟了。二位，武当逆贼可曾抓到？回千岁，还没有。就是掘地三尺，要把武当逆贼
给我挖出来！遵命。起来吃点东西吧，啊！玉京，玉京，玉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玉京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又受伤了？你们也去吃点东西吧。走吧，燕儿。如何才能道法自然？师祖爷爷，这实在太难了。我什么都做不好，分不清敌友，挽救不了大局，甚至连巧儿也……巧儿，巧儿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一定要在这世上。发现我们和公公在一起，眼下事情已经败露，我们断不能再回武当，前途未卜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那就干脆断个彻底。长老的意思是，我们就此投靠公公，最起码还能得个功名利禄。怎么了？你还有什么顾虑？啊，弟子没什么顾虑，就按长老说的办吧。嗯，你不要多想了，仰仗公公这棵大树，武当就还在我们手里，不会被外人夺走的。哎呀，也算是我们对武当所有的弟子有个交代了。
毛公子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东厂的人还在外面到处搜捕。刚才我去那棵树下守着，发现送纸条的竟然是朝中的一个锦衣卫。接东西的人蒙着面，我倒是和这个蒙面人交过好几次手，他的身形我已经非常熟悉。这到底是什么人呢？那蒙面人也是我们一派的。如此说来，在锦衣卫中。 也有我们的人。你们武当在朝中也有自己人？可能吧。所谓江山社稷，崩于朝堂之上，我们一定要细细打探，朝廷里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阴谋。嗯。玉京呢？毛公子，西门姑娘，跟我来。 静儿啊，你这样下去，怕不只是愁坏了身体，你会……哎，玉京，玉京。 我都快忘了你最后一次开怀大笑的样子，究竟是什么时候了？玉京，我都想巧儿姑娘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他是说，巧儿呢？ 巧儿多聪明啊，机灵懂事，乖巧活泼。巧儿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礼物，可是我却没有保护好她。玉京，你起来，我们走，我们去找巧儿姑娘，好不好？啊！巧儿已经死了，巧儿已经死了。 该给他下猛药了。猛药？没什么。我们现在应该先帮他尽快恢复。西门姑娘，你有什么法子，尽管说。没什么，我保证药到病除。
特意给你买了小点心，可好吃了，真的。你闻闻，是不是可香了？啊，你吃一点嘛，你不吃不行，你多少也得吃一点嘛，玉京，你就起来吃一点嘛，小点心可好吃了。别怕，我是带你去治病去。哥，快进来呀！燕儿，你说咱们这样能行吗？哎呀，怎么不行？快点，快点！你就天天的胡闹。哎呀，胡闹什么呀？咱们呀，是帮玉京治病去。路上有人要是问的话，你就说是他喝多了。我觉得咱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，几位跟我来吧。竟然不知道！我看此处清幽别致，门口所停的马车也都像是达官贵人乘的，这还真难倒我了。京城有句话你不知道吗？叫做“酒炉寻遍染，花底出西施”。想要喝好酒又可以看美人，也只有这个地方了。那不是，不是什么呀？走吧。哎，燕儿，嘘。你现在是我的仆人，你得叫我小少爷。可是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现在跟我出来就得听我的，走。小少爷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别给我搞砸锅了。请三位稍等，我们家夫人马上就到。快点啊，别让我们久等了。玉京，没事吧？你别担心，我们是来帮你治病的，你别怕。妙啊，妙啊！哥，我们是来给玉京治病的，不是让你来欣赏字画的。你不懂。起来，玉京，来，来，起来，看这幅画。来，玉京，你看，玉京，你看这幅兰花，色清，气清，神清，韵清。兰叶随风飘飘，灵动不散，气清韵雅，婀娜袅袅。观此画时，似有花香而来，妙，好画。你看，没想到几位西域的朋友也看得懂这字画的风韵呢。原来这位女子就是闻名京城的和悦夫人。夫人谬赞了，这都是我家主人平日里教导有方。几位请到院里来喝茶。啊，是。玉京，走，来来。我早就听闻何月轩的大名，今日前来，
便是想一探究竟。看茶，我这和月轩不过是给那些自诩的文人提供一个附庸风雅的场所罢了，哪里有什么大名啊？请喝茶。好。怎么个好法？你倒说说看。舌、齿、口、喉，此茶每到一处，味道便变化一番。这一口喝下，唇齿间由甘化甜，回味无穷啊！正事儿还没办，又开始品茶了。对了，我家主人家中的名茶甚多，所以我略知一二，略知一二。是啊，什么好茶好酒，就没有我没喝过的。通晓书画又懂名茶的人，如今还真是不多了。几位今日来我和月轩，是来吃酒、听曲儿，还是想找人对诗作画呢？我早就听说“酒炉寻遍染，花底出西施”。今日到您这儿来，当然是想找人喝口酒了。哦，几位想见冉冉？我们就是来找冉冉。好吧，为了几位不白跑一趟，我今日就让几位跟冉冉见上一面。那就谢谢夫人了。啊，对了，夫人，初次见面，这点见面礼还请夫人笑纳。安排他们去吧，请随我来。少爷，请。请。少爷，怎么样，玉京，不错吧？请。哎，哥，冉冉是谁啊？你连这庙门都没有摸清楚，就带我们来这种地方，那冉冉应该就是卞冉。据说他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京师人言他落笔如行云，尤善画兰。这酒炉寻卞冉，花底出西施。哎，对了，西施你总知道是谁吧？西施我是知道的。这个冉冉，就是貌美如西施的歌妓。这京师有多少达官显贵，一掷千金，就是为了见他一面。可是这个冉冉却是很矜持清高，唯有见到风流倜傥、文采出众的人，或者是书画名家，才肯出来相见。这样啊，哥，你行家呀？你以为那个何月是老实人呐？此人我早有耳闻，他能力非凡，结交的全是朝中的大臣权贵。刚才他那一番，明明就是在考验我们的见识。要是稍有答错，哼，恐怕你连这门都进不来。那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觉得你这一个下人都这么有学问，那我们这两个主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哼，行行行，赶紧走，玉静，走，走啊。你们几位先坐，我家小姐一会儿就来。嗯。
晶，别怕。姑娘既然来了，就劳烦你为我们唱一段吧。玉京，你快听，多动听啊！哥，他唱的太动人了，他唱的是什么呀？这是《牡丹亭》。曲子太悲伤了，换一首高兴一点的。你这么悲伤，你看把人都给唱哭了，你这首曲子不行的，你换一首，换一首。燕儿，你这么唱下去不对的，你现在整个人都……你换一首高兴的。你先出来，你别闹。干嘛呀？你这燕儿，出来。哥，你，哎呀！燕儿，你这大小姐脾气也该改改了。我怎么了？刚刚他唱那首曲子那么悲伤，玉京听了以后一定会勾起他的伤心回忆。万一玉京他受不了，那怎么办呀？公子，看你泪流满面，是何事让你如此伤心呢？汤显祖一生所著四梦中，其最得意之处唯在牡丹，而我也是最喜欢这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，不知公子你呢？我何月能在京师开启这何月轩，凭的就是眼力。无论是达官显贵、江湖侠客，还是文人雅士，我何月看上一眼便能窥之二三。丫头，你今日为什么如此打扮来我何月轩呢？我们就是来听听曲儿，喝喝小酒，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我们走便是了。说走便走，好没规矩的丫头。哦，夫人，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我二人也是为朋友解忧，实属无奈才出此下策。你谈吐不俗，步履轻盈，想必是某大门派的公子，而你任性妄为，应该也是某门某派的大小姐。结合最近京师闹得沸沸扬扬熊廷弼一事，你们也不必紧张，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。杜丽娘一往情深，死而复生。试问，这样的爱情，世间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？看你只叹气不说话，想必心中所想定是难过之事吧。公子，请。
我和月轩开门做生意，应该是喜迎八方客，但有些麻烦，我是不愿招惹的。今天你们想看的看了，想见的也都见了。至于来过还是没有来过，我何月自然是不记得了。夫人的意思我们明白，不过这该留下的还是要留下，该走的也一定会走。这就要走啊？我还没有玩够呢。燕儿，不许胡闹。相思苦，一曲诉衷肠。缘已断，独留离别伤。巧儿，你肯定不会死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是他们，我这个只活在红尘中的人，还真羡慕他们这些只讲情爱的人呢。耿玉京，耿玉京，你的意思是，叫我不要点你的穴，你愿意跟我出去？自愿接受帮助啦？哦。这样多好，总比我给你点完穴再把你拖出去的好。走，今天玩点更好玩的。走。哎，行，就这儿吧，我们就在这儿放风筝了。那，你真的不会放风筝啊？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来，这个是轴，这个呢就是风筝了。这个轴啊，来，这样是放线，这样就是收线，明白吧？这个线如果放得越长的话，这风筝就飞得越高。你一定要记得，慢慢放，要感受风的力量。如果你感觉到风小了，就赶紧收线。这个线啊，一定要是紧绷的，明白吗？你别紧张，别害怕，一开始的时候我帮你。来，把这个线放一些出来，快快快。放放放，对对对，然后
我就举着这个风筝，你就拿着这个轴，咱们放出一些线来，我这边一说放，你就拼命的往前跑，知道吗？好，准备放。自然，风拖着风筝，却又拴着线，才能飞得稳。只有知道规律，利用规律，得知自然之法，知之得之，从之，才可莫身不殆。妙啊，真是妙。巧儿，我明白了，我总算明白了。你若在，就该夸我一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干嘛这么着急啊？你好了？哎，玉京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玉京他这是怎么了？我看他眼神发直，拖个风筝，叫他他又不应。没什么呀，我带他放风筝去了。放什么风筝？我看你这病是越治越重。我告诉你，玉京现在这个样子，比前两天一句话不说还怪异。不可能，他已经见效了。哎，你，玉京。郑老前辈，玉京人呢？他一回来就把自己锁进屋里，意思是闭关。闭关？前辈放心吧，玉京不会有事的。我是担心京儿走火入魔。你们放心吧，玉京肯定没事，他之前不是一直说悟道吗？说不定刚才就是悟到了什么，我去看看去。燕儿，燕儿啊，玉京痊愈之前你不许再接触他。哥哥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大人，大人。嗯，二位道长，找到武当那几个逆贼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劝你们抓紧时间，最多三天。啊，是是是，这是魏大人给你们的最后期限，要是再找不到，可要对你们下狠手了。遵命。
哎呀，看来我们得想想办法了。 千岁，请放心，不提呢，是个聪明人。晶儿。 他逼迫我必须在他手下做事，不然就要伤我性命。都怪义父懦弱，到了这般年纪，还是惜命。不齐为什么偏偏要在此时和不亮翻脸，又偏偏逃到我们这里？他不就是为了博取于京的同情吗？毛公子，你说的不无道理。
刚才我叫人为补齐疗伤，发现他身上受的都是箭伤，而且伤的都是表皮，并无大碍呀。如果吴亮真的要是想杀他，他还能活着吗？看来又是我的错，我真不应该救他。西门姑娘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找玉京去啊，我跟他说清楚。嗨，玉京现在正惦记着不起，你现在去劝他，他肯定是听不进去。我们呢，留点戒心，盯着不起就好。义父，你与我父母都认识吗？怎么会问起这个事？我在辽东之时，曾去看了我父母住过的房子，在屋里看到了这件衣服，一定是我娘给我做的，可惜我却从未穿过。义父，我娘她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？她很美，心地善良，我不曾见过比她更温柔的女子。他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祸事？他们是被人陷害而死的。几分交加，错杀了你父亲。玉清，玉清，玉清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义父不求你原谅。义父犯下了大错，被良心折磨了大半辈子，我亏欠了你们家太多，总是试图在你身上弥补。玉燕是我师妹，更是我最心爱、最真实的瑰宝，可她却被你爹拐跑了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我一听说她是通敌叛国的奸细，就冲昏了头脑，青儿，对不起。义父，我知道你对我娘的感情比起我爹来一丝一毫都不少，我不怪你，你永远都是教导我养育我的义父。
千岁，步骑那边一切已经安排完毕。好，无量道长啊，早知道武当有你这一将才，我又何必煞费苦心去拉拢谋仓浪呢？那老儿野心颇重，不知满足，可办事儿呢又没有一件办稳妥的，可你就大不同了。千岁过奖了，有才之人可堪重用，只要你办事得力，这武当掌门的位子是否还姓谋就另当别论了。多谢千岁，多谢千岁。徐显纯，卑职在，马上派人绞杀武当余孽。遵命。Yeah!
静儿，义父，玉京，还有一事，你爹，我是趁他不备，偷袭了他，才要了他的命。义父。义父，你别说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害怕。你知道真相后，会报复我。不会的，我这条命还给你们更加了。你娘的嘱托，我也完成了。义父，义父。
玉京，不许再调皮了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义父，你可别老教训我，因为这也是你的不对啊。哎，油嘴滑舌啊！罚你今晚不许吃饭。但是义父，我很饿。那好吧，那今日啊，就罚你不许吃肉。把你义父葬在京城？不，我要带他回武当，那里才是他最想去的地方。是锦衣卫，在下是锦衣卫百户宋平，听说郑大侠在京师要打探郭璞的消息，但是城中官府耳目众多，实在是不好说话，没有办法，才和大侠在此相见，还请见谅。字条是你留下的？正是在下。恕老夫愚钝，空口无凭，我又怎能相信宋大人是真是假，是敌是友啊？
大侠敬请放心，在下正是为郭璞一事而来。